最近林凯恩在爱回家之开心速递的剧情真是高潮迭起，波伊先是怀疑被费清安推落火坑，之后又气校长父母想献出初夜，搞得观众网友都议论纷纷。不过他这天一拍完爱回家就要立刻抽离一下，因为他要准备转场拍石脑丧逼了。Iris， 你刚刚拍完爱回家之后又要接另一套剧了，就是非常的工作非常的忙啊。还是不辛苦啊，还是可以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可以更加去注意自己的健康啊，不可以让自己生病，然后令那个剧就拖慢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安全，因为所有工作人员都做足了这个保护的措施，所以我没有怎么担心。拍摄都很辛苦啊，每一天都工作36小时，对吧？还可以了，可以，没有。全部 TVB 的工作都给他做了。我是真的想全部都可以给我做。你正式做嘛，给一点机会小弟嘛。而焦浩轩就透露，自己将会和安仔还有朱玲玲为剧情脱衣服大秀肌肉。这是要脱吗？多了、哎。但是你好像也没有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呢。准备什么？准备自己身体，当然没有啊。我就是要告诉就是观众朋友，我有很多脂肪，所以我要就是脱之前吃很多东西，要保持我那个脂肪比较多的，看出来突出一点，对呀、啊，小半的那种感觉，那个肚子突出一点，对呀、啊，不是很可爱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很可爱的，但是真的自己也是很有自信，对吧？对于你的那个身形方面，什么自信嘛？自信嘛，还好吧，骗自己都是别人赞他的，他没有说自己好，对不对？每一天我妈都跟我说，嗯，你身材很棒，工作吧。